视频前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在线。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是13课 Leçon 13，这节课的题目呢叫做 De bonne résolution。De bonne résolution。有些同学在想，为什么这个地方 bonne 复数 résolution 复数，我这个地方不选择 de 呢？那这事实上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语法点，也就是说，如果呢，当这个 de 紧紧贴着复数形容词的时候，它要变成 de， 哎，这是一个语法现象，叫做 de bonne résolution， 正确的决定，正确的决定。OK, tout d'abord, c'est la grammaire.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语法。那么语法点今天会学习到条件式、现在时。那事实上我们在第7课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这个条件式、现在时它在独立句中的用法。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到它在 C 引导的从句中的用法。那么第2个点呢叫做泛指形容词，我们会学习到5个泛指形容词。好，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进入到条件式、现在时。好，那事实上这个条件式现在时的用法呢，我们在第7课中，哎，独立句我们已经讲过了，再来带着大家稍微看一下，它事实上在独立句中呢，表示一种委婉的请求呀、愿望啊，比如说 Je voudrais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我想要一杯咖啡，哎，请您给我一杯咖啡，或者 J'aimerais prendre l'autobus， 我想要坐这公交车 ，J'aimerais。OK， 好，那么它会有这种建议啊，或者劝告。Pourriez-vous me suivre？ 你能跟着我吗？啊 ，Pourriez-vous me suivre？ 哎，或者是对某事的猜测，可能怎么样，大概怎么样，或者是表示一种惊叹的语气，惊叹的语气。好好，就大家一起去再看一下这个 leçon 7的讲这个哎条件式、现在时。那么今天呢，我们事实上就去讲它在主从复合句中的使用。那么主从复合句呢，我们经常说的是以 C 引导，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是表示一种假设，对吧？表示一种假设。好，那么它的构成呢是用从句，从句有 C 引导，那么它使用的时态叫做未完成过去时。未完成过去时大家还记得吗？叫做 l'imparfait。L'imparfait。 那么什么叫做未完成过去时呢？我们事实上说经常跟这个巴西公报罪在一起使用。那么巴西公报罪呢是描述过去完成的一种动作，那么 L'imparfait 呢就表示过去起止时间不明确，或者是过去重复，哎，重复发生那种动作。比如说过去呢，我小的时候我每个礼拜都去我外婆家，那么这个时候去外婆家就要用 l'imparfait 的形式了。 OK， 好，那么所以未完成过去时大家知道事实上是哎怎么用的，去回顾一下。那它的构成呢也是一种简单的构成形式，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助动词的，只需要在动词的上面发生一点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哎在第一人称直称是第一人称复数的情况下，把那个结尾的 ons 去掉，加上 ies ied 是吧？哎，好，然后自己去看 ies ied， 然后 ied ies ies ied ied， 然后呢 ，eons eoz iond iond。好，那么从句啊，从句用了未完成过去时，用了 l'imparfait。主句呢，我们就选择条件式现在时。那么条件式现在时的构成，我来给大家复习一下，它是不是跟什么过去将来时的构成一样？也就是在简单将来时的那个词根留下来，加上把那个我们加的什么嘿哈哈哄嘿哄是吧？加的那个词尾呢去掉，变成什么哎哎哎。用一些哎，然后哎哎哎，用一些哎，好，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加的是未完成过去时的词尾，对吧 ？ies 我刚才说的那些，好，来看一下，那事实上表示什么呢？表示一种单纯的假设与实际相反的情况。那它事实上可以表示两种情况，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呢，是表示一种单纯的假设与实际相反的情况。比如说，哎呀，如果我是你呀，我就不会这么做了。这事实上是与现实相反的吧？因为我不是你，对吧？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种句型啊，叫做 C 加上未完成过去时，主句用条件式现在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Si j'étais vous，Si j'étais vous，j'étais 这个地方用的是 l'imparfait 的形式 ，C 引导的从句。如果我是您的话，如果我是您的话 ，l'imparfait，OK，、okay, je ferai autrement， 我就不会这么做。je ferai 动词原形 faire 做什么 ？autrement 不是这样做，另一种方式，对吧 ？autrement 另一种方式。好，下边 ，si je ne vous savais pas étourdi， 如果我不是这么了解您的话。
如果我不是这么了解您的话，je vous confierai cette lettre，我就把这封信给你了。也就是说，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个不靠谱的人，所以呢，我就不把我的信给你了，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与现在条件相反的，对吧？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没有给你。好，所以叫做 si je ne vous savais，动词原形 savoir， 知道、了解、认识。好 ，je vous confierai。confierai 给人什么东西 confierai 啊 ，je ne confierai cette lettre 这封信，好，这封信啊，一起读一下啊 ，si j'étais vous je ferais autrement， si j'étais vous je ferais autrement， 好，下边 si je ne vous savais pas étourdi je vous confierai cette lettre， si je ne vous savais pas étourdi。Je vous confierai cette lettre. 好，我们一起把这段读一下，叫做 Si j'étais vous, je ferais autrement. Si j'étais vous, je ferais autrement.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这么做了。好，下边 Si je ne vous savais pas étourdi, je vous confierai cette lettre. 如果我不是这么了解你的话，我就把信给你了。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还可以表示一种真正的情况，也就是说，真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呢可以发生的，因为我们刚刚说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就是我不可能是你，这事实上是一种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那它还可以表示一种可以成立的假设。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比如说 ，si elle avait le temps， 同样的构成就是 l'imparfait， si 引导的从句加 l'imparfait， 主句用什么呀？条件是现在时。好 ，elle ferait un peu。de sport， 他会做一点运动 ，faire 动词原形还是 faire un peu de sport， 做一点运动。如果呢，他有时间的话，他就会做，对吧？那事实上，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一种假设。好，下边 ，si le faisait beau demain， il fait beau， 无人称句是吧 ？si le faisait beau demain， 如果明天呢天气很好的话 ，je vous accompagnerai。Je vous accompagnerai à la Grande Muraille。如果明天天气好呀，我就陪您去这个 Grande Muraille， 什么意思啊？全都首字母大写了，叫做长城，长城。好，一起来读一下 ：Si elle avait le temps, elle ferait un peu de sport. Si le faisait pour demain, je vous accompagnerai à la Grande Muraille. OK， 再读一下 ：Si elle avait le temps, elle ferait un peu de sport. Si elle faisait pour demain, je vous accompagnerai à la grande muraille.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如果是从句是 si 引导的，可是用了直称是现在时，那你主句的选择就多了，对吧？那它可以加什么呀？可以加直称是现在时，可以加简单将来时，哎，那可以加最近将来时。哎，最近将来时什么呀？就是 elle 加动词原形构成的，对吧？简单将来时就是 hey 哈哈 home hey home， 好，或者是命令式，或者是命令式现在时中的任何一种，命令式现在时中的任何一种。那它因为用了直程式现在时，所以它的这个实现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很大的。所以呢，这时候的 si 不仅有如果的意思，还有每当的意思，还有每当的意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叫做 Que faites-vous le samedi？ 我们说这个，哎，星期几前面啊？事实上，我们是不加冠词的。如果加了了，表示每周是吗？也就是每周六，您都干些什么呀？好，然后你回答他说，这个地方 faites-vous， 大家看到是直称是现在时，对吧？直称是现在时，所以你回答他也可以用直称是现在时。好，叫做 Si le fait。Si le fait beau， 哎，如果天气好的话呢，这个地方 si 也有每当的意思，对吧？在这相当于杠，它事实上是这个可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啊。Si le fait beau， 哎，天气好的话呢 ，nous faisons des courses， 我们就去购物。Nous faisons des courses， 这个地方主从句都使用了哎现在时、直称是现在时呢，表示事实上是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大的假设。是吧？好，叫做 Si le fait beau, nous faisons des courses, faire des courses, 购物 faire des courses. 好 ，Si le fait mauvais,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 ，nous restons à la maison. 那天气不好，我们就待在家里了。天气不好，我们就待在家里。好，那同样的 restons 选择了，哎，
直称是现在时。好，一起读一下，叫做 Que faites-vous le samedi? Que faites-vous le samedi? S'il fait beau, nous faisons des courses. S'il fait mauvais, nous restons à la maison. OK. Que faites-vous le samedi? S'il fait beau, nous faisons des courses. S'il fait mauvais, nous restons à la maison. 好，这句话叫做 S'il continue comme ça, il va réussir. 这也是我们说的，对吧？如果这 si 引导的从句呢用的是直称是现在时，那你的主句还可以用 va réussir， 就是最近将来时 aller 加上动词原形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他再这样继续下去，他会成功的，是吧？也许他很勤快的，每天都在记单词，每天都在背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 il va réussir， 他会成功的。好，来看下一句，叫做 Si vous venez me voir, si vous venez, 如果您来的话，或者你们来的话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事实上是你们的意思哈。Si vous venez, venez 动词原形 venez 和来的话 ，me voir 这个 me 事实上是直接变人称代词 voir quelqu'un, quelqu'un 用 me 去代替它，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如果您你们来看我的话呢 ，vous serez， 你们将会呢，将和许受到很好的接待，就是说我会好好的接待你们。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和许后面加了 s， 就知道这个 vous 肯定指的是你们，对吧？肯定是指的是你们。好，下边看 ，si tu te fatigues d'être assis, lève-toi。OK，si tu te fatigues, se fatiguer。To faire quelque chose， 做某事很累了，怎么样呢？如果您坐着一直坐着很累的话 ，lève-toi， 站起来吧 ，lève-toi， 是吧？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lève-toi， 事实上就是，哎，就是命令式的构成，对吧 ？lève-toi， 你起来，起来。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命令式的构成。事实上，命令式的构成很简单，只对于三种人称，一个叫做你，一个叫做你们，一个叫做我们。那它的构成呢，就是直称是现在时，把主语去掉，把主语去掉。注意，也就是说，在第一组规则动词，也就是以 ai 和结尾的第一组规则动词，在碰到你这个人称的时候，本来把 ai 和去掉，不是加 as 吗？对吧？这时候把 s 去掉，把 s 去掉。但其他人、其他组别的第二类的动词、第三类动词就不用管它了，好吧？只是管第一组。好，一起再来读一下，叫做 S'il continue comme ça, il va réussir. S'il continue comme ça, il va réussir. Si vous venez me voir, vous serez bien reçu. Si vous venez me voir, vous serez bien reçu. Si tu te fatigues d'être assis, lève-toi. Si tu te fatigues d'être assis, lève-toi.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条件式现在时用于主从复合句的两种条件了，是吧？两种这种构成。那么第一种构成呢，我们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也就是说 ，si， 哎，从句 si 引导从句，如果怎么样，它使用的是 l'imparfait 的形式呢？那它的主句选择的是条件式现在时，它可以表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如果我是你的话，那这事实上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不可能是你，不可能发生。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定的条件呢是可以发生的，比如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去购物了，对吧？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好好学法语，这样是可以发生的。那么还有一种构成呢，也就是 C 引导的从句呢，选择的是条件式，选择是直称式现在时。那么我们的这个主句呢，就可以选择很多，对吧？可以选择什么直称式现在时，可以选择最近将来时，可以选择简单将来时，那么还可以选择什么呀？命令式，对吧？那在这种时候呢，事实上它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而且有可能这个 si 的时候，在 si 呢，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翻译成如果，还可以翻译成每当。